绕圈、跳跃，再来一个柔顺滑步。有南韩滑冰天后接班人称号的19岁女将李海仁，最近却被爆出对鲜肉师弟霸王硬上弓。A 선수가숙소에서후배인 C 선수에게성적불쾌감을주는행위를한것으로파악됐다며음주와성추행을이유로 A 선수에게자격정지3년의중징계를내렸습니다今年5月，南韩花式滑冰国家代表队前往意大利训练，但最近却爆出有选手在宿舍期间多次饮酒。没想到联盟调查后发现，李海仁不止喝酒，还性骚师弟，而且对方甚至是未成年。이에이는 SNS 게시글을통해고등학생때만났던남자친구였고부모님반대로헤어졌다가이번전지훈련에서다시만나게됐다고밝혔습니다성추행도사실이아니며연인관계인점을숨기려다보니오해가커졌다는취지로해명했습니다李海仁更在社群现实动态分享和师弟的对话，指出两人已经重修旧好，种草莓印是情侣间的乐趣，不是性骚扰。또귀겁고그만만나자는자신의말에이혜인이비밀연애를제안한뒤사후증거수집을했다는사실을깨닫고큰충격을받았다며현재정신과치료중이라고덧붙였습니다目前大韩冰上联盟已召开体育公正委员会，对李海仁祭出禁赛3年的处分，但双方各说各话，形象已受到严重打击。三新闻黄春报道。